这种摄影机还是蛮有用的，不会被咬。对啊，这就显得你更胖怎么办？他还没搞定啊！没有，他用这个摄影机拍超漂亮，像那个 Discovery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跟王爸一样，没有给他回家了。没有，就不管他。王爸就差不多。在那边不动。那是王爸找的，他就找。哇，怎么样？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。睡你看这个。妈呢妈呢。睡。哎呦，你也在凑热闹，你挡到蛇的了，挡到。刚刚好就漂亮，就这样角度，睡。来一个微距的拍就更漂亮了。用石头啦，用手压就可以了啦。小猪不可以踩。吓死我了！不要这么大声讲话，拜托。哦，对不起，忘记有蛇在那边了。我踩到，还打到我屁股。